醋泡黑豆是一种养生方法。醋泡黑豆有补肾、减肥、明目、乌发、美白等功效。每天吃10粒，排毒减肥，一月就能减6公斤。醋泡黑豆的做法步骤：材料，黑豆100克，醋150克，蜂蜜适量。做法，一挑出坏豆，选用好的黑豆。二用水冲洗干净后沥干水分。三中小火炒至四炒到黑豆裂开并有豆香味散发出来。五炒熟的黑豆晾凉后装入容器内。六准备好陈醋。七将陈醋倒入容器内，没过黑豆。八盖上盖子密封，放在阴凉处存放一周即可。九食用前加点蜂蜜可以使味道好些，一次吃上10颗左右即可。小窍门一，泡豆的容器最好选用无油无水的玻璃瓶。二，黑豆在泡的过程中会慢慢发胀，这时醋会变得少了许多，可以再适量添加进去，没过黑豆即可。三，每次食用时一定要用无油无水的干净勺子。四，吃完后最好用温水漱漱口，因为醋会腐蚀牙齿。